搞他的。传送的样子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现在犹豫，结果犹豫之下没有去注意好自己的位置。他要追佣兵啊！他一挂马上就去打佣兵，佣兵一定秒倒。嗯，搞笑、哦。喂，不是这样搞我的吧？你不瞄就算了，你还在搞什么东西？喂，哎呦，这一个一个真的是头痛哦！你这个被人家拐，你不要还卡我行不行？啊、你还给他打一个无人一直加速过来干嘛哟哟？喂，我靠嘞！那有什么困难啊喂？哇，你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各种爽打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到底为什么我玩个游戏都要这样被搞呢？我就不明白到底为什么，有什么好搞我的？你跟我说，
也都看到我丢磁铁了，你还要去真的吃那一刀就算了，你那个雾刃还直接给我跟着手上来，是搞死谁了？搞得一塌糊涂的，这个真的。啊，为什么不坐车过来？你不是有那个吗？啊哈！那过来我们也来得及开门，难道刚扒你呢？哎呦！不要，不想帮我挡了哦。